各位好朋友老顾客，我们先插播一段 NTW 工商时间。最近 YouTube 开启了一项新功能叫超级感谢，最主要是开放给未开启会员的频道新增一个支持频道的方式，当然也是有免费专案。观看完毕，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皆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，感谢您。首先，进场的选手，列手，二第二号的是石头的刀头，世界的红娘，回来！哎呀，感谢我们的超级感谢，谢谢董内，谢谢非常重点，一样是 Jenny Z。Jenny Lee， 还有感谢啊，第三次董内了，第三次的超级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，对，谢谢。全新的进化了，真的。哎，他们今天都很像两个游戏人物，有没有？嗯。他们今天鬼狼没有穿制服哦，没有穿那个西装。跟我期待一下。哎，他这样今天就不会脱了，对不对？他平常在偷一偷啊。鬼狼选手今天很罕见的是穿这个啊，这一般T 恤赛事出场。嗯，接下来偷了衣服。衣服当然去，把我鞋上车不要偷，以及他的老板控制少女开心果公主。悲哀就是喷不出来，什么都是乱喷，看懂了，看到，很糟糕，这是男人的浪漫，对，男人的浪漫。我以为蒋王会喷东西就没有，对，我以为是。我刚刚不太偷看了一下，可能原本有，哦，塞住了是吧？有可能。那个我知道了，那个是。射护腺肥大，我懂了。当兵当太久了，当兵当太久要护我套啊的。哎呀，两个礼拜没放假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这保护级的好不好？来，是可以喷的。赛事被开启了，没有啊？喷那个有可能喷水枪啊，有可能是水枪。那这边降温，因为今天热嘛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卡住了。海底亚卡拉斯与他的刀锋，赤血龙牙，鬼呀！哎呀，卡拉斯也是好久不见了。当初很常在这个摔跤一些节目上面跟他同台。哦。红色小龙，雷叔，韩满俊，傲视江山，白袍与金条的大王，王真少女，开心果公主。哎，一开场就直接犯规攻击啊！先揍他。哎，当时他们很聪明，先把那个队里面的主力先揍。没有，这边好像直接进入了。哇，直接被迫的开场，完全不能在那边唱名完。对。
开场那边鬼狼先压住了 Black Hole 是吗？压在旁边了，让卡拉斯这边单点对于开心火火攻击。Black Hole 压制住。难怪这个利欧会想要离开月亮马戏团啊，都是用一些不正规的方式来下三滥，下三滥，不要脸，真的不要脸。就他们的一个策略是。那个策略。对，那没有想到这边是 Black Hole 在场内，有卡拉斯这边在跟他做是 one one， 先消耗 Black Hole 的体力。像开心果公主的 Black Hole 爸爸现在被在场上被攻击当中啊，是 Black Hole 的体力发酵，对对，背部的踢击，还要消耗鹿鸣吗？哇，这招可能会使这个 Black Hole 的这个颜面造成撕裂啊！哦，他们的战术非常有目标性，先把 Black Hole 的战力给架定。啊，这是犯规啊！拿出又拿出了是小三人的招数。头顶的正轴击。哎呀，这个头顶开花啦！先攻击他的也是上半身。对。再次前跑，控制住 Black Hole。Black Hole 非常心痛，要怎么？哇，这个很痛苦的固定啊！一个骆驼固吗？啊，哎呀，这个固定对于体型比较庞大的选手来说很痛苦啊！金甲蛋，金甲蛋。正面鬼狼的体，鬼狼选手还补了一个飞弹，低空的飞弹体系啊！哎呀，啊，这一期哇是。很重创哎、欸，就是真的，我们要重创，非常重创，前后都有攻击这样。完被拉到自己，被拉到是对方的角落边哦。开心果公主完全没有机会换手的方法。哎，这知道这个 Black Hole 体型庞大，所以先用关节技消耗他的体力。哎呦，来个控制住，接着使出犯规的招式吗？犯规招式，好。把这个把裁判先支走之后呢，这边是有鬼狼不停的用犯规招式攻击 Black Hole， 开心果公主不停的想要叫裁判看回去啊。哎呀。看回去的时候为时已晚了，对啊，开心果公主，你就要把那个裁判赶快推回去啊！裁判现在看到，马上数秒，不能再继续下去。他们有一个策略，就是攻击他的头部跟脚，对，就让他试图让他失衡吧。鬼狼选手刚刚已经用摔双脚踩到这个 Black Hole 的脸上了，你看，又是一个脚部的攻击。他们要大幅削弱 Black Hole 的右脚，而且还是膝盖，太惨了吧！哎呀，看来月亮马戏团穆斯克子还是一样的卑劣、啊。他们要叫，哎呀，天哪 ，Black Hole 我毫无还手之力啊！他要叫这个 Black Hole 跟地板说 hello 啊！真的，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帕甲酒货呢？那你看看擂台地板长什么样子？对，再次压到边绳上。来，一样用这个绳索路兵啊！好痛苦啊！潘永公在旁边看不太下去了，但是没有机会可以换手。啊，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啊。身为南蛮军是不能用下三滥手段，但是再一次，南蛮军都是用力量来解决事情啊。哇，这场越野马是来小阴招，把裁判给吃到一旁之后，完了，这个上半的边程。从神外飞进来的一个这个飞弹踢击啊！神外，还好 Black Hole， 怎么跑得那么快，让你压制？是，就算被你伤成这样，我的意志力是不会消退的。再次这边挣脱了压制，鬼狼这边想要乘胜追击，继续消耗他的体力。他们试着来一个锁头的招式，呼吸节奏，还有想要慢慢的消耗 Black Hole 的这个体力啊，想要促神，可以促神吗？现场欢呼了，帮 Black Hole 这边做欢呼啊！非常出乎意料的，居然是 Black Hole 被牵制在场上啊！没错，难以预料，难以预料。原本这个画面跟想法，但是这边成功碰到了绳子。月亮马戏团他们果然在赛前是有准备的，有所准备。他们是有策略，他们可能想说 Black Hole 体力比较好，体型也比较大，要先攻击。一个 leg drop， OK， 他的枪吗？ OK， 好在我们这个 Black Hole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换手啊！对，现在反而是没有机会换场，反而是哇，门神可这边再次的换场，你换的是体力满点的卡拉斯继续的攻击。他们两个其实体力都满血、根本没有，因为 Black Hole 完全没有攻击的空间。阴招用到底，又是把裁判给支走，针对效害出的攻击，连续的三技，完了，他没有抓住这个裁判的这个风头、裁判就是不回去看，裁判回来了，哇，为时已晚。哎呀，这个裁判不行啊，后面那个犯规都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
感应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看这个裁判还不是很熟悉 Moon Circle 这边的一些下场。对，没错。哇，一个低空的飞弹踢击。现在赛后已经是无法弹动了，那个状态。赛后的颜面直接被踢到了。时间过了五分钟，也代表脸一直被攻击啊。剩了五分钟。连续五分钟的虐待，真的很残忍。再次的一个角度，但是 Blacko 找到机会，一个投机成功反击对方卡拉斯，被压倒在地。Blacko 一个冲刺金币钩，换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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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到机会，换手 ，Blacko 开启公主伸出自己的手，请求 Blacko， 你不行了，换我来制裁对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就离对方最后的一步之遥，最后的一手紧急抬到了，哦，成功换手，开启公主马上进场。哦，体力充沛的开运公主进场，连续踢击，两个连续的单脚跳跃踢击，攻击了卡拉斯。现在呢，要对卡拉斯做出什么样的招式呢？把他抛向空了，结果被反抛，完了被反抛，卡拉斯这边找到机会，脚足的跳投，他们脚躲了过去，卡拉斯给扑空，击中卡拉斯的肚子，神手控制好，神手上的非常的漂亮。开心狗公主，坏的我也会用坏的，重爆了吧？来一个压制，哦，小公主，两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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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鬼狼是想要有想要进来？每次Moon Circle的重蹈覆辙，就是下沙来之后，在边神的另外一位就会累积怒气，一上台就会火力全开。没错，要换手吗？鬼狼现在双方是进入到这个肘击的互击吗？哎呀，卡金果公主也是非常有勇气啊，但是要小心，因为卡拉斯随时突然换个脚踢击也是会。Black Hole 旁边要帮忙出手控制吗？脚柱的一个冲撞，还有再换 Black Hole 进来，完了。Black Hole 休息完毕了，他恢复蛮快的。连续三记的腹部攻击，啊，这男性的复仇来了，真的。然后双人合击，双人合体技要出现的吗？啊，过去先绊倒，然后再靠过来。这到底要干什么？怎么突然冲到一半停下来了？压在被鬼狼看到出来了。哦，鬼狼在后面这个使出攻击，哎呦，居然把鬼狼先手丢出去了。轮到了是 Black Hole 的复仇回合，倒在地上，卡拉斯只能任凭对方宰割。现在目前卡拉斯的呼吸节就已经被打乱了。是。哦。一个排挤。对啊，接下来每一击都是包含了愤怒哦。一个肘击。你确定要跟他拼力技吗，卡拉斯？不要吧。卡拉斯等下突然的出脚吗？肘击的比拼。我刚照他拿你鼻子吗？还是？你会，我也会。六神所反弹之后，没有想到，卡斯重击之后，真的反压制，结果绕了起来，我的天啊！直接打在头上。哎呀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切换啊！而且是卡斯很非常以往的风格，从慢慢的偷偷储存体力中来一段连击。没错，找到这个空隙的时候就即刻反击啊！是。积极连击。这脚使出什么招式呢？哇，一个旋转。对，非常大幅度的旋转，针对的波刺跟头部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很漂亮。要换人了吗？再靠又倒地，无法。又被牵制在场上了。对。而且位置离开公主很远哦，没有办法及时做换手与支援。没错。哎呀，我们这个聊天室不知不觉来到五百多人啊。对。加今天的跟。哎呦！完全破坏了对方的平衡感，在对方还没有恢复之际，是卡拉斯可以攻击的俩大好时机。对 ，Black Hole 到底还能够这个幸存下来吗 ？Black Hole 在一开始先决定先支开开口公主，不然他对方阻拦。对。然后呢这边鬼狼直接把开口公主踢，压到是台下之后，这边在台上继续凌虐对方 Black Hole， 跟台下一起同步进行。位置难不成？同时台下鬼狼把台球公主的头压到死在脚尖上，但是我马上还你一记，看公主马上要去救驾，拿起自己小格林。这个小格林要做什么？招式，招式，这么危险的招式是可以的吗？这么过分的招式要下去了，颜面头部的终极重创，太残忍了，挂在那个绳索上，马上做了一个压制，哇，刚刚都太残忍了。
现在场上状况如何了？现在裁判也在确认当中。Michael 又是哎呀，刚刚状态不太好啊。没错 ，Michael 刚才有把脚撕有在绳状的，所以刚才那边没有办法。哇，刚才那个是直接的一个重击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插眼，先插眼。拖延的招式，你下三滥，我也下三滥，关心过公主学坏了吗？来一个，哦，口罩前方，摇头翻摔。接下来使出一个 leg drop， 直接落在卡拉斯的头部，那个大腿落下，人家鼓励这个 black hole 加起来。粉粉的东西是可以的，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哎呀，想的是回到这些角落，让 black hole 这边过来换手。大家整个都在一片迷惘当中啊！现在换了开心果公主进场啊，赛事呢到底会如何的这个进行呢？非常的这个。大家都猜不透啊！完了，我觉得继续跟蒙特克打下去，看英国公主会越来越坏。没错，他到时候突然变坏了，我也不觉得意外，他就变成坏心果公主了，真的非常不得了。哎呀，现在两人这个好公主战车的组合呢，把这个卡拉斯牵制在场上，是要使出双人技吗？双人技来了起来，用在地板上，直接把它砸在地上。哎呀，好像在抛东西一样啊！毕竟这个 Black Hole 的体型还是相当的庞大。再来轮到看英国公主的回合，跟人体大锤，哎呦，有小鬼狼拿对方的武器过来中断这个压制。本身小，哎呀，鬼狼拿那只色色的东西进场是要干嘛？什么色色东西？格林激光枪，格林激光枪还粉红色的这样，男人的浪漫，男人的浪漫这样子。但是没有想到鬼狼这个支援哦，让卡拉斯找到机会恢复了，没错，两边一起一起打。目前那个卡拉斯也是在场上非常久的时间，来到双方还是持续使出肘击在护击啊，是不知道谁会先倒下。卡拉斯出这个回马的踢技，回马枪这边是要冲的，哦，半倒了，非常漂亮。公主使出一个压制，快速压制，没有成功，上来，有小赖的机会，有啊，成功了，背看公主反压的势，开心果。不得了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样子。非常的鬼狼完全没有机会上场啊！没错，哎呀，鬼狼完全在场外就要帮忙，在财位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卡拉斯就一直在场上被虐。卡拉斯感觉一直以来的大问题就在轻敌啊，没错，轻敌我觉得是他的致命伤啊。这一次真的是阴沟里翻船呐、啊，真的、啊。没错，这很意外。你看，鬼狼现在超不爽的。卡拉斯，你在干嘛？他都还没上场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台上就这样没了。对，鬼狼基本上他都还没上场。真的。对啊，鬼狼身为这个双打冠军，竟然一直被排除在外面，哎，根本跨靠了。我觉得这对他们说也可以，有可能会产生内讧。没错没错。Black 选手，学长。哎呀 ，Black 真的了不起。学长，练了很久。我们自从组了双打的组合以来，还没有输过半次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他的实力是不是有目共睹？学长，我都已经无话可说了。那么，既然我们今天都打赢了半个双打冠军，那接下来要挑战什么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挑战真正的双打冠军啊？社长，社员哦，社长，射你个头，射他的头啊！阿尼，什么叫挑战双打冠军？公会叫拍天。我们的腰带不会落在你女人这边，而且我不屑跟女人打。是不是拿到腰带了，胆子就变小了？你还在靠着谁？来，社长！社长！社长！哦！哎呀，看来我们这个南蛮军的公主战车表现也相当不错，这一次呢也打败我们半个的双打冠军，而且呢。我要加个吹了，而且呢，他刚刚还说出歧视女人的话。我阿勇狗最讨厌你这种歧视女人的人了。哦，各位
王国可以，下一次我就来安排公主战车挑战双打冠军，你给我吧。我最尊重够干毛卫星，各位朋友趴下个出来。哇！经过这番喊话，这个挑战要成功了。对、啊。但是我担心今天鬼狼，可能会跟卡拉斯闹内讧。有可能哦。你在台上玩一玩，怎么就玩输了？对啊。你这是我的面，我的面子放在你的，放在你身上，你就完美了。没错。连上场机会都没有，说不定他应该不爽。之后鬼狼说不定要跟卡拉斯来一个单打对决这样子。你上次让我丢脸，我现在让你难看。我发现月亮马戏团是很常有这种内讧，对不对？本节目由高博科技、杰瑞蛋白联手制作影像工作室，好迪尔七叶社 ，Angym 竹北旗舰馆 ，Muscle Dream Biolo First Drop 月梦床垫。给足呵护，包斯大博斯达球扑克定制，江夏传统整部推拿，小鸟吃过，全息影像有限公司，田园小镇，威达贸易有限公司，玉生创意美食有限公司，赞助播出。